Hola, Clax, ¿qué tal? 欢迎来到啊，都要叫你课本上学不到的西班牙文。我是 Jesús， 然后今天我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，就是我可不可以就是帮他推荐一些就是西班牙文的歌，然后呢我们今天要教怎么推荐一首歌，所以呢我们要说Te recomiendo， 就是我推荐给你听，然后我们要说那首歌的名字加 de 加、那个乐团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e recomiendo la flaca de Jarabe de Palo， 所以我们要推荐一首歌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呢。今天的功课我们、当然想知道就是你推荐给我的学生这是吉他的歌，所以 te recomiendo， 所以这个当然是你们的功课。Muchas gracias, cracks. Chao.